起啊，爹爹改天再买份礼物奖励你，来，让爹爹看看你的成绩。微微，这个你要穿什么颜色？这个颜色。啊，蓝色的嘴巴。妈咪给我一个星星。你喜欢星星啊？妈咪给你一个特别的，好不好？你要妈咪画星星啊？啊？哎，你看，啊，妈咪画的星星。我们已经见证过了，正此这两个星星，无论是力度、笔迹还是手法，有98%的准确性是出自同一个人的手笔。